这边看到了所有人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之下，真的是会被往前冲的那种。挑战失败。咱们下次穿粉，加油，加油。我们不是竞争中有了团结，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的梦想都是一样的。我想要在舞台上发光，青春就该折腾，所以想去冒险。今晚的人气王是孟美岐。如果这个比赛像一个战场的话，一起去杀敌，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营救自己的队友。我选择王菊。有人说我这样子的不适合做女团，可是做女团的标准是什么？你们手里握着的是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的权利。恭喜本组的点赞王。这次不一样了，换我来签你。人无完人，所以我站在这个位置，我也会继续努力下去。南川伟，你是队长，你知道吗？时间不够，我觉得不是理由。会投或血流也有可能会失败，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尝试做一些事情，不想别人对我失望。有一个舞台，追梦的人才能够拥有。这是一群即将怒放的女孩，这是属于你们的时代。我笑过，哭过，生气过，也不服过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认输过。爸爸，我不会让你输的，我要加油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变成会唱歌会跳舞的杨超越。从第一次点赞排名的90进步到了88名，进入 A 班，恭喜你王菊。期待的是创造101可以创造出一个女生也非常喜欢的团体，就是今天我看到他们的表演，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要成为他们，想跟你们唱最后一首歌。我也想要跟他们一样交到这么多好朋友，那么多真心一起拼搏的战友跟姐妹。冲入 A 班附近吴宣仪，我觉得他是从娱乐行业反射出去的年轻人追寻梦想的教科书，在这一刻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所有的经历，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好。进入总决赛的22名选手，我们一起登陆。你们中间只有最受观众喜爱的是